着眼前的海浪与沙滩，遥望远处深蓝色海洋，海鸥和远方像诗人的浪漫，唤起心中无尽的遐想。又是一个浪漫的夜晚，盼望流星能听见呼唤，路边的野花依然的开放，想起了你微笑的模样。我想写一首歌皇上，陈王再次求见，已经到门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皇叔。皇叔有何事啊？微臣听闻皇上将臣的武级关入大牢了。他意图闯入朕的禁地，还想行刺朕。皇叔觉得难道不该关吗？皇上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他的个性向来顽劣得很，本王带回去定当好好管教。这性格顽劣和意图谋反是两个概念吧？这天下都是皇上您的了，谋逆这种大不敬的事情，谁敢做？朕要兵权。黄道国千年祖制，皇上而立，便可军政一统。况且本王是受先皇之托，暂管兵权。皇上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若是朕现在就要要。当然可以，只要皇上您能完成两次试炼，微臣便拱手让出兵权。好，这第一步试炼便是在三日之内拿到万人祈愿的万民书。皇叔，三日凑齐万民书，这谈何容易？皇上贵为天子，本来就要能为人所不能之事。可以拿到万民书之后，方可开启四象星座的星主比试，获胜者便能拿到兵权。微臣只是希望在明天晚上之前，微臣的武姬可以回到本王身边。哥，你真的打算把小姐姐给放了？那不然呢？想当初你关她的时候那震怒的样子，现在要说放就放，哎呀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哎，哥，我去把小姐姐给救出来。这个肩有点问题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护肤一定要做好。这护肤有问题，
毛孔都堵塞了，身体乳得继续擦。给你开点药吧。大家听我说，今晚唐王殿下要来接洛姑娘，大家都都当没看见啊，记住了吧？行行行，小张，行，继续。想想，值个夜班，这也挺好的。能点个麻辣烫，加个粉条，炸鸡腿其实也行。高总，你谁呀你？等一下，我没钱，以身相许也不行。是我呀。今夜紫薇星光暗淡，皇上夺取兵权之事，怕是难如登天呐。我敢打赌，皇上这次一定能拿回兵权。你不要看陈王现在平平处处压着皇上，可是我知道，皇上啊是在等候时机。听你的意思，不是又想赌吧？你这黄道国第一送财童子，还不是每次都输给我？送财童子，谁封的？当然是我封的了。你好，那我就跟你赌，皇上三日之内拿不到万民书。不急不急，我记得哈，你上个月欠我四两性币，上上个月欠我八两，上上上个月欠我九两，一共是21两，还钱张天照。你比赌场还黑啊。国库空虚，能省就省，能赚就赚。哎，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哎呀，张天照，你干嘛呀？要闪人面大是不是？我告诉你梅大人，哪怕我动用星主异能，也绝不让皇上拿到万民书。真是可笑死了！我跟你说，谁不知道啊？咱们的异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你一个一日控制那么多，累死你！不信，咱们就试试。试试？谁怕你啊？哎呀，老天正，你回来了！你回来！你给我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解开张天正！王八蛋！你给我解开！你今天救了我，从此以后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我哥怎么忍心让你在牢房里面受苦呢？不过啊，今天是我的意见，你可要记住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你哥，皇上？嗯。都知道家臣没忘了。小姐姐，咱们走吧，明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。什么任务啊？收集万民书。啥是万民书？我们只要收集10000名百姓的签名，我哥就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，这对他很重要。对家臣很重要，难道是我们回去的关键？家臣嘴上说要杀我，但又派这个人来救我，一定是有别的苦衷，我一定得帮他。小姐姐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收集那个什么
外面说啊，你要帮忙？干嘛？瞧不起啊？三天要集10000个签名啊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是不太可能。要不我们自己写啊？当然不行了，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啊。小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高招？想了解一下万明书吗？大叔，你知道万明书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那你看好了。想了解一下万明书吗？把这个拿回去给你爸妈签字。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生活感觉很充实，但是又觉得是在虚度光阴？大爷，我这有个万明书，等我来了的人你就让他上面签个字。什么书？万明书。没兴趣。爸，你再给一张。走开！大家都作为这街上的一份子，是不是都应该尽点力？俗话说得好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只要我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，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。这样下去行不通啊。你跟我说说那天那些女的为什么要追你？你嫁给我呗。你要干嘛？明天送你一份大礼。来，签字签字，后面排队有点秩序。李啊，后面的快点来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这里有个大帅哥，哎呦。抱不抱嘞？签个字，抱起来！大白啊，加油！我们还剩5000个了，加油，大白啊！疯狂为打客户，加油！你说这螳螂是不是傻？你个无父就不懂了吧？他们两个哪个比得上我们家王爷？我堂堂一个王爷！在这待着，我去汇报王爷一声。哎，先想好对策了。对策？楚将军有妙计吗？还没，待我想想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哪里急了？你看我急了吗？不急，不急。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急？我要先走了。那你先回王府吧，我去前面会会他。王子，走哪去啊？你们都想进牢房里待着是吗？你们都告老了，还没签字呢。就是啊，过分哈，不耿直，差那么一点了。过来他不是跟你过不去，是跟我还有皇兄过不去。唐王，你何出此言呢？我刚刚是看你被这些人围攻才上来帮你的。
哇，楚将军，你人真好。小姐姐，咱们走。且慢。近日有贼人和赌徒混进了城里，我怀疑刚才那群人里就有危害鲁国之人。空口无凭，拿出证据啊！多谢唐王提醒，我搜到了奸细的手书一封，需要拿你这些万民书回去比对。你明知道万民书对我们很重要，还横插一杠子进来，存心找茬是不是？卑职有公务在身，必须公事公办，还请唐王您谅解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拿走万民书的。自然不会拿走。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啊？唐王，请你放心，比对之后自当奉还。我看了一下这个数量，我们辛苦一些，加快速度，后天就可以还给你们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明天啊，明天估计是还不回来。这人真的超不讲理的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皇子，你惹他，知道你在惹谁吗？哼，他凶起来哦，自己都怕怕的。哎，我凶起来超凶的，超凶的，我凶起来我自己都怕，自己都怕。你给我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别以为我怕你，别以为我怕你，回去也告诉我哥。哎，这个你就拿走了。你他是谁呀？他连你都不怕？他是狮子座星主，地位不比我低啊。小姐姐，怎么办啊？我也想问你怎么办呢？这年头，没钱什么都不好办。王爷，万民书就快要凑齐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动手？不用。可是本王的话是没听明白吗？属下告退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吃饭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现在想吃呢？这外面的饭菜比宫里的好吃多了。不想吃，现在没空打理。这两天准备放一个大招。大招？什么大招啊？奔跑吧，黄道国！我们只需要告诉大家司命牌的游戏方式，调动起全城司命牌游戏热潮，谁撕的名牌越多谁就胜利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只出一份钱就可以做好多好多事。我这么机智，一定是下凡来帮助大家渡劫的。我叫嘉诚了。嘉诚是谁啊？就是你哥呀。我哥？这个给我。哎，我哥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？这样数清楚点啊。哦，小姐姐，原来你喜欢我哥啊。知道了。大白牙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我都跟你说让你把那些东西全部给数好了，那你抽数拿出来记着没？知道了，数吧数吧。门前
大敲响，又过一群羊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哈，不打不打，这呀真多呀。殿下，您就别让洛姑娘唱了，她再这么唱下去，我们数几遍都没用啊。难得她这么开心，让她唱吧。快来快来数一数。一。小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小包直接交给下人送过去呢？我不明白。最后几百张当然是让我亲自交给嘉诚了。真是。哎，有啥事？指尖风吹乱发边，花香亲吻侧脸，想你在身边。寂寞星空潋滟，是对谁留恋？激动的心沉淀，谁还听得见？幸福有些遥远，漂浮如云烟。多想再见一面，偏过想念。你牵我走过繁华雨雨芊芊，看那红霞飞满天。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，上那白云似纸鸢。你给我盛世宠爱，和和艳艳，将悲伤爱怨祭奠。为你戴上独属于你的面，世上岁岁又年年，荒山却尽前。却